肺叶切除以后多久康复？这个问题呢，在临床中间非常多见，但是呢，我们医生没法给你做一个非常准确的回答。这个跟你的本身的肺部需要做肺叶切除的疾病的性质、病人的情况、医院的条件和理念都有一定的关系。所以一般来说，我们单纯的做一个肺叶切除，不管是良性恶性病变，如果不进行淋巴结的清扫，在2周左右就可以基本上恢复正常的生活了，1个月以后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工作。